有网友偶遇国民老公王思聪，他此次现身看起来状态不错，似乎并没有受债务危机的影响。王思聪此次开着一辆红色豪车，车子停在上海半岛酒店门口后，王思聪就带着车上的美女去一峰外滩园去吃大餐。偶遇王思聪的网友于是拍下视频，并且分享到网上。结果神通广大的网友看了之后发的评论又道出王校长不为人知的秘密。原来王思聪之所以把车停在半岛，是因为他在半岛常年包房。该评论一出，立马引起网友热议，不知道半岛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可以让王思聪如此青睐，放着自家旗下的酒店不住，跑去半岛办了长包房。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欢迎留下你的评论，和我们一起讨论吧。